有不同處理手法。理工大學強調會削除校內所有港獨標語同宣傳品，希望保護學生以免觸犯法律。英林大學話容許理性討論，唔會對民主場嘅言論採取行動。新華社發表文章批評港獨荼毒校園，強調應該盡快依法有力解決。陳浩維報導。近期多間大學校園接連出現港獨標語，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話：社會有空間容許學生表達不同政見同意見，底線係可以違法。認為政府現階段唔應該主動向學校施壓。政府亦都唔係好大應該，尤其是如果講緊係啲校內可能係紀律嘅問題咧，政府可以干預嘅程度咧，其實應該好大。最希望應該咧係舒緩咗一啲嘅。強調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於尊重和遵守基本法原則，校方不贊同港獨，會拆除所有在校內的相關標語和宣傳品，這樣的目的是希望保護學生以免觸犯法律。十幾個理工大學學生和校外人士就不滿校方移除民主牆上有關港獨和聲援中大學生的標語，到校長室請願要求對話。學生代表不滿校方禁止公眾和傳媒進入大樓，最終放棄對話，校方表示遺憾。而嶺南大學的民主牆早前一幅寫有不主張香港獨立亦應該捍衛言論自由的字句被一名男子撕走，學生會報警處理。校長鄭國漢說校方從未就民主牆上的言論採取行動，強調雖然不支持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論，但容許理性討論。我們是很明確是不支持港獨。至於你說有這些這樣的大字報呢，那就看它性質了。在學生會的民主牆裡面所發布的發表的一般呢都是屬於討論的性質呢，是沒問題，但是我們是完全不會贊成或者容許鼓吹港獨。另外，在中文大學的文化廣場仍然有港獨橫額和海報，學生會說會和校方開會商討怎樣處理，獲承諾在開會之前不會清拆橫額。新華社傍晚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港獨荼毒校園，超越法治和人性底線，應該盡快依法有力解決。文章指在極少數港獨分子和幕後勢力的蠱惑下，有人在大學製造事端並以言論自由做狡辯，說港獨正如美國的種族主義或者歐洲的納粹主義都是不容姑息的社會大忌，強調姑息港獨的惡果將會由全香港社會承擔，必須要捍衛憲法和基本法的尊嚴以及權威。中日電台記者陳浩維報導。尖沙咀柯士甸道一間美容院大前日發生的美容療程事